發覺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通過運動去改變自己人生。人越大就通常都想挑戰難度，但是大家爬山可能鬥長度鬥難度之後，最後其實都想挑戰高度。由小到大大家都會有一個夢想，但可能很多時候夢想就是你想過過眼雲煙就忘記了。實現夢想就一定是一你要能力做得到，亦都是你要真的有一個很專注的能耐去實踐才是你的夢想。很多時候我們做人開心不開心，我覺得都好看你自己定的目標定得多高，定得太高是辛苦，但如果你能夠追得到，那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感，但追不到亦都叫做不枉此生。這個我等了十幾年的山珠峰。